好的，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来玩解谜带头，对，已经好像有一点那个。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就是现在七八月，然后暑假期间就一步一迈快，那已经好像成功了大概一半了吧，好像，但是开学之后就不一定了，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下去。那没关系，我们不要多说些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玩解谜地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玩什么呢？我们今天玩寻找便当，听起来就是简单有趣又好吃，有没有？今天就是好吃的日子，我来看一下规则。请调生，要生存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还蛮稀奇要生存。然后和平，勿作弊，勿破坏 ，OK。剧情一，最近老爸总爱去吃便当，总会叫我去买万差便当给他，每次要出门的时候，他总会给我40块。万差便当，其实我听不太，就是没有很常听有万字开头的那个便当店。万什么啊？万岁便当吗？好了，不管了。今天老爸忘记拿钱给我了，他叫我去他的房间拿钱，或许爸妈房间有藏私房钱也说不定哦，拿来当零花钱也不错啦。最好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I am bad boy， 好可爱哦，他有做小箭头，这是地图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很用心，你看这小箭头，然后你看右下角还有个小方块，是你多放对不对？好了，那这里是我的第三方，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吧。我话说我的房间在哪？箱子、骨头，还有一个狗狗，所以我要养狗咯。这很明显是要养狗啊。箱中箱，有爸妈房间的钥匙，哈哈，作者虽然，地图细致，不过我是解谜高手，别逃出我的手掌心。你的藏的技术恐怕是瞒不住我的。如果到时候连一个成就都没找到，那我就没话讲了。好了，这里是爸妈的房间，这是一条线剧情功能嘛，就是一整条都是直接这样走。爸妈房间外面在下雨，而且他是用这个好像那个我第一次有人用这种东西来做这个建筑手法，还蛮稀奇的，就是有点像，如果用好材质的话，就有点像那个什么那个纱窗，对，就像纱窗一样，很酷。这边有个箱子，我看一下。爸爸的私房钱有64元钞票得死。OK， 我拿到了。这是什么啊？这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盔甲做，厉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爸爸的私房钱24块。爸爸怎么那么会藏私房钱呢？老爸日记，还有便当的40块以及大门钥匙。我来看一下老爸的日记。老爸写日记哦。今天是父亲节，这个死孩子都没买礼物给我。老婆还答应我要买iPhone 7玫瑰金给我，老婆我真爱你。老爸 OS 我的儿子啊，老爸最想要的只是你回家抱抱我，说声辛苦啦。这个日记感觉上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那个日记就是随便丢在一个地方，然后故意让你去看的，有没有？故意让你去看，就是让你知道说，你应该这样报答这样的概念，感觉上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了，那我们就我看一下有没有东西会藏。这个外面感觉会藏，可是点不太到，应该说没有东西啊。好，那我们就走咯。下面还有个箱子。哇，这个作者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你知道吗？有时候打开之后，他会跟你讲说，就是没有东西在这里，或者是说成就什么的，就是会跟你讲说没东西在这里什么的，那种讽刺。可是这个作者没有，他直接不理你，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会有东西吗？的那种感觉哦，那个反讽真的是太强了吧。好，大门应该是这里吧？好，出来了。所以未出租，所以我要做什么？这个是手机店哦，手机。我们最近可是推出了 i8， 不买就后悔哦。这是 i8 Skate。那别间呢？别间卖什么？我看看，这个是未出租。OK， 那没有未出租，里面会不会藏东西啊？这是卖防具。哎，这装备可是厉害的很呐！箱子剧情二，我来看一下。我一如往常的来到市场，寻找卖便当的商店，好像就在前面。上面写着什么？过去看看。前面吗？没关系，我先看别的。锁匠，这个是万便当店在这里。那我们等一下再过来。
锁匠是干嘛的？这年头啊，小偷越来越多，不用机密的锁，小心你家被偷。哎，你好会绕口令哦，那个蹦几个，那个蹦下嘎啦嘎的概念。哎，你真的是厉害哎，真的是，那我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小偷？对不起，我错了。武器链，拿你的武器最锋利，最痛。我可以拿你的武器去把他砍了，然后再拿他的钥匙来解锁。哇，我真邪恶，我是坏小孩，我有坏蛋的思想。前往海岸附近哦，那我们先不要去。这是小黄吗？好可爱哦。我还看到羊驼哎，我不知道羊驼。我知道羊驼它的那个生成的几率是什么，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先去买便当吧。嘿，万叉便当已经搬到海岸附近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好吧，所以我们得要搭计程车过去咯。我可以跳上去看一下吗？哎，果然有东西。我被骗，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以为有，是就以为有，但没有。对，那我们就只好出发咯。我出发了吗？我到了吗？哦，我到了，好快啊！这光速的，这零的转移，厉害！我也会，我们都会黑魔法。水里有没有藏东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什么钓翅鱼吧？也许用得到。钓鱼要钓鱼吗？有洞，这里有洞。我的脑袋也有，不对，我在讲什么？虽然是说我每个地方都有洞啊。这里没有藏东西吗？这里没有藏东西吗？没有，都没有。其实就很一般般，我一直以为会有但是就是都没有，而且还下雨。我有把那个下雨关掉，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前往爸爸的公司，那这边还可以往上啊，我看一下。那我先钓只鱼好，也许他就说会用到。我现在钓鱼吧 ，OK， 钓鱼，非常的悠闲，在下雨天钓鱼应该会上钩吧？有这回事吗？听说下雨天钓鱼会钓到更好的鱼，有这种说法吗？哦，有钓了一只就够了吧？好吧，那我们走吧。Hello， 这里是谁家？你是谁啊？应该旁边有说剧情三跟一个爸爸的便当，赶快送给爸爸吧。哦，所以我已经拿到便当了。来到了便当店，老板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我便问了老板怎么把便当店换到这里？老板说这里离市区比较近，买材料方便。我便回了声哦，跟老板买完便当，我准备到爸爸的公司送他的午餐。OK， 我还要生鱼真的没有成就吗？这张地图没有成就吗？太佛心了吧？真的假的？也许这个作者本来做便当店老板的玫瑰花，OK， 好像说的太早，所以他有成就了。可是有一些地方我看，可是里面都没有，是不是作者忘记放？而且这边总会有泥土啊，该不会是要我没有想太多？好吧，那我们就去老爸的公司。这个汽车真酷，而且很大。这是是这里吗？公司是这里吗？前面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我想看一下。天哪！等一下，过不去，是好像是下一个剧情。OK， 没有问题。那我先送这个便当。好可爱哦！通往二楼办公室，我可以跟你对话吗？这里面有个叫剧情四，我看一下啊。来到了公司，我跟柜台人员说我要找他们的主管啊。什么？所以他老爸是主管，这么厉害？柜台人员一脸疑问，说要找哪位主管？我说我是叉主管的儿子，我来送他的便当。柜台人员说在最顶楼就是爸爸的办公室，可是他人还没来。我说没关系，我放他在他的桌子上就好了。还没来，那爸爸去哪里啊？走吧。电脑，奔头刀，没有东西。OK， 好的。有洞哦，那是下楼。不要想太多，这里是厕所、洗手间，还有看起来有藏东西的地方，但其实没有。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你觉得会藏啊，可是就是没有啊，怎么这么狡猾啊？天啊，超级狡猾的。好吧，没有了，走吧，我们就上楼吧。这是图书吗？会藏东西吗？多少还是？这边有。建筑师的头头 ，OK， 好，这应该是作者的头头吧，还是做地图的人的头头？没关系，我已经拿到了。嘟嘟嘟嘟嘟，这什么？剧情五？怎么了？放完了，我也该回去停车场拿车了。按下右边的按钮，将传送到停车场。哇，这么快？零的转移，黑魔法是不是？我也会。这怎么会有个龙头啊？嗨。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知道它会动啊，只是我很少，就是几乎没用过。主角出车祸了，
血，我怎么在 我出不去，晕，我怎么在医院？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哦，所以我是在坐车的时候发生事情了。哦天哪，我怎么在医院？我没事了吧？哦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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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剧情六，我一醒来发现自己身在医院，只记得自己的车祸现场看到了血就晕倒了，护士看到我醒来后就说我没有什么大碍，等等就可以直接出院了。哦，所以我在医院稍微休息一下。哦天哪，真是可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没有送病院，都是羊毛。那我可以哦，你谁啊？吓死我了！嗨，不是，我看如果头拿被我拿走，应该医院也救不了你吧。所以这里是 OK 哦，好正哦，天啊，好可爱啊！急诊、一般病号、妇产科，我一定三个都挂。我刚刚讲什么？走，我回到自己租的房子。哦，非常简朴。这谁啊？你谁啊？你谁啊？可以把老爸的裤子脱下来哦，柠檬的内裤。所以，你们不要怪我啊！这个，你们听我解释啊，各位，那个作者说可以脱的，我就脱了。可是老爸今天没上班，哦，所以老爸今天没上班，哦，所以老爸今天不用拿便当，好吧。OK， 那我就你们不要误会啊，那个裤子真的可以脱啊，他们做的、啊。哦，亮亮，吓死我！想说，我正在被传送中的光束。OK， 那我看一下我拿到哪些？等一下，有这么多吗？养只狗狗吧，所以是这个吗？哦，我可以马上养，我就可以完成这个剧情了。有养只狗狗吧。等一下，可是他说有成就是东西吗？我没有拿到东西啊！钓到一条鱼，有，我有钓。好，那狗狗怎么办？是骨头吗？我放骨头好了。OK， 然后老爸穿的内裤有我拿，刚有拿，你们不要误会啊，这是内裤。便当店老板的玫瑰花有。OK， 然后再来是建筑师的头头有，不是戴上去啊，而且它变大了，真的变大，好笑啊，变得更大。你看，而且。跟我的 skin 超不搭了，颜色不太像。好，全成就 get， 赞啦。OK， 那我觉得这张地图好玩，还不错。对，那故事剧情呢也有点突破性的展开，突然发生车祸，其实我有点吓到，但不过，还不错，还蛮简单的小品解谜，很适合我的智商。真的。然后我还顺便养了个狗狗，我们建立了感情。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帮你取个名字，你是成就嘛？那就叫你智障好了。嗨，智障。可是我们要结束这个录影了，所以不要难过，不要哭，我要关掉这张地图。希望你在这个世界可以很踏寻。我们下回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系列，记得点个喜欢。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记得点下你的订阅以及旁边的铃铛哦。那如果你喜欢这只狗呢，也按个喜欢吧。OK， 就是这样，谢谢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是安静，拜拜。